们这个计划叫做温阿布，也就是台语我的妈妈的意思。那就很像平常我们在跟人家介绍说啊，或者是谈起我们的妈妈的时候啊，温阿布阿诺阿诺这样子，这么的日常。这计划是在北投，那北投跟温泉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温泉其实就也蛮像是北投的妈妈，因为温泉的关系，所以它孕育了就是北投这一区的一些自然生态，然后加上台湾就不同时期的不同多元的族群进来，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多元的文化。我们在规划温阿布的这个计划，也邀请了一些新移民的亲子，然后来参与就是北投公园的植物导览活动，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可以来认识北投的文化。你会发现他所在的地方都是比较南岛语系，所以呢，他对原住民来说是一棵很重要的树，是原住民的圣树。这次在温博馆里面小玉车装置作品，那主要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装置的部分。那我们运用了北投一些自然的或是生态的或包括一些人文的一些元素，象征的这些元素放到一个流水造景的池子里头，然后让它有源源不绝的流水流出来。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透过我们在新移民的工作坊，然后带着他们最后完成了在积木上的彩绘。那这个彩绘呢，最后会成为送给温博馆生日的生日礼物。那同时呢，他们也是对于亲子间互动的一个留下印象深刻的标记。虽然有时候很常见的，然后你还像大树一样保护着我，就这样没了，再见，来。